的丑事传到仓前镇，所有人都知道了。枉你读尽圣贤书，你身为天子的门生，你做出这么无耻的事，你怎对得住你死错的爸爸？我说什么？滚蛋！请奶奶开恩，原谅佢一次咁多啦。难为你仲争得佢落啊！你睇下你屋企有个咁严格嘅老婆，你仲唔心足？你仲出去同小贩唱歌玩打打？妈，你唔好听人咁多闲言闲语得噶。我同佢的确系冇咩事嘅咧。冇咩事？如果你系好嘅，点会搞到街谈巷议啊？吓、啊？你阿爹临过身嘅人士，佢千吩咐万吩咐我，要我教养你成人。放你将来有出头的日子，所以十几年我苦孤守住都是望你重振家声。你家晓我不中作举人，我以为你前程无限的，点知你个畜生。我不敢骂，不要嬲了。你这样做法是想激死我。奶奶，你原谅他一事糊涂了，不用你帮着他说。你是有苦之苦，小白菜是有夫之苦，他没学识就可以原谅啫。你读了这么多书，连礼义廉耻你都不识，我可不说不原谅你，连祖先都不原谅你的。妈，我知错了。你知错的，你即刻要跟小白菜断绝来往。我答应你